OK， 这次要来介绍一下我们如何利用 Windows 开机的时候就自动挖矿。那 Windows 挖矿也可以很简单，但是呢，比较专业的挖矿是用 Hive OS。那原本想介绍 Windows 无脑挖矿，那也就是说，所谓无脑挖矿呢，就是说你将你的那个钱包的地址提供给第三方的软体，然后由第三方软体再跟挖矿软体做连结，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做，因为你的钱又白白的送给第三方软体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。好，你要挖矿的时候呢，你要有钱包。如果你初次做挖矿的话，你不晓得什么叫做钱包。钱包就是说你在挖矿的时候，你的矿池所提供给你的收益必须存到钱包里面，就是那钱包是一个地址。那通常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这边会建议你呢注册几个比较大的交易所，而不要直接挖到你的热钱包。那所谓热钱包呢，就是不是存在交易所，是存在你个人的热钱包里面。那除非你挖到东西你不想做交易不想卖，因为这个被动交易你最后还是要丢给交易所帮你变现，所以我觉得你不是很多的话，你就直接在挖到的币就直接存到交易所就好了，不然你每次转账要手续费，比如说我们台币之间互相经常转账叫这个手续费，你每转一次你就损失一个手续费。那如果你是挖 ETH 的话，手续费至少一个百元便当。 OK，那币安是一个全球知名的交易所，蛮大的。OK， 那币安主要提供主流货币，还有很多交易的选择，并可以追踪交易或钱包的走势。OK， 是价值走势。那缺点呢，就是无法卖出，直接汇入台湾的本地银行。第二是 OKEX， 它已经改名叫做啊，用 OKX。OK， 那OKEX 呢，主要它除了主流货币以外，也有提供币安未提供的货币币种选择，比如说奇亚币。那如果你有在双挖的话，奇亚币的地址是很重要的，而币安并没有提供。第三个的话是 KuCoin 的 KuCoin， 除了主流币，也有提供币安没有提供的货币的加密货币，比如说 TonCoin。再来是 BitPro， 是台湾的一个交易所，还蛮大的。那主要呢提供一个主流货币，最大的优点呢就是你交易所卖出以后呢，你透过认证之后呢，你可以直接汇入台湾的本地银行，而且手续费也不会很贵。好，那因为如果说你是完全新手的话，这里有一点基本概念你必须要知道的，就是请检查你的插座跟电线。那如果有任何异状的话，比如说你发现那个插座是黄的，或者说比较老旧的电线，我要这边强烈的建议你全部给我换新的，而且要买检验合格的，因为挖矿是非常耗电，你必须确保你的用电是安全的。那你使用的延长线最好有经过过载保护可以自动断电的功能，不然一旦过载的话它会帮你切掉，那确保你的环境 OK， 电是安全的。那一个很重要的时候，你一点是你必须检查你的插座可以承受的瓦数。那一般墙壁的双插座是 115A， 请你记住，不管你怎么接，你的该插座总和要小于1650瓦。通常你买的插座就你的延长线就这样跟你讲。那你的插座虽然是双插座，你要记得哦，这两个加起来是不可以大于1650瓦。那另外呢，电箱的无熔式开关叫做 Breaker，OK。Breaker， 台语怎么念？日语怎么念？我都快忘记了。Breaker，OK， 不累嘎，OK。那一般呢为 20A， 请你记住这 20A 可能分配给两个房间。那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两个房间的就都用了1650瓦，那你的那个不累嘎就会跳电，叫 Circuit Breaker，OK、okay。好难念哦，他不常念台语 ，OK。这时候你的电就会跳电了，所以你必须做好事先的规划，以避免。突然间，哎，你怎么发现房间变暗了？怎么没电了？那就是说你没有做好事先的规划，这一点很重要。那如果说你只是单机挖矿的话，那这个标你只要注意标题就好了，那细节你这边就可以先略过。OK， 再强调一点，就是用电安全很重要。再来是挖矿前的准备，就是软体的部分。你要挖矿，那基本上你要先停用 Windows 电脑更新。如果不会的话，等一下会大概带一下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先停用 Windows 内建防毒软体以及任何的防毒软体。那因为任何的挖矿软体都会被他们视作是病毒，所以你没有排除的话，你就挖不了矿。
第三，确定你的独立显卡的 RAM 至少有 6GB 以上，不然呢，有些加密货币是挖不动的，比如说 ETH 以太币，那有一些币至少要 4GB 以上的话，比如说 ETC， 那比如说更小的币种，什么乌鸦币啊，或什么 Tancoin 的，他们可能都 4GB 以上就可以挖了。 OK， 那如果你要挖比较好的币种，比较有价值的币种的话，就是要 6GB 以上。第四个就是说，在你的硬碟开立新的资料夹，然后并将这个资料夹列入扫毒排除，那下载的挖矿软体都放到这边，因为以后你恢复那个 Windows Defender 就是扫毒软体之后，它并就不会去扫你的挖矿软体了，它就认为是安全的，因为你是透过你人工设定把它列入安全。第五个就取消开机的登录密码，因为呢，如果你开机要登录密码的话，你便要去跑到你的电脑前面去输入密码，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自动开启挖矿的功能了。好，超频设定的话，这边要简单介绍一下，一般的 AMD 或 NVIDIA 都有内建的软体可以使用，那你也可以下载 Afterburner 使用。那我这次示范的是 NVIDIA Inspector， 好像不是 NVIDIA 做的，反正就是另外一家公司做的，那就是 NVIDIA Inspector。 好，那同时搭配挖矿软体 GMI 的，我们在里面参数做了限制电源的使用，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取代一些比如说参数的设定，那我们同时可以在 GMI 做一个设定，达到一个很好的开机挖矿的功能。那另外一个是自动关机，如果你会 Windows 内建自动排程来关机的话，那非常好，比如说你早上设定7点自动关机，那就可以安心的去上班，因为你就不用为了要关机跑到电脑前面去按一个按键去关机，那你可以使用第三方的 App 来达到上面的功能，但你一定要小心，因为有些是流氓软体，一旦你装了都移不掉，很难移。好，再来是一些 BGMI 的，这边有提供连结 NVIDIA Inspector， OK， 就是这个公司做的，也有一个连结，你到上面连结去下载，不要用来路不明的那个网站，避免一些病毒的入侵。第三个呢是 Afterburner， 这都是官方的软体。第四个呢，我们必须将挖矿的软体的 P4 档换成你要用的矿池还有钱包， OK， 然后我们重新存档，然后将它拉到捷径，拉到桌面，然后桌面之后呢，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按 Windows R， 然后呢输入 Share Start Up， 我们就会开启自动的资料夹，然后我们将这些挖矿的软体，如果你想开机就执行的程式拉到自动夹资料夹，比如说这个 MyETH 就是 GMI 的自动内建的一个 P4 软体，那如果你挖奇亚币的话，用另外一个软体，那它会开机自动帮你挖矿。那都确定没有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在桌面上测试一次，没有问题，我们下次开机就会自动挖矿了。好，那下来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实际的软体操作跟一个示范。好，我们到这三个网站分别去下载过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这个是先介绍一下，就是如何移除本记忆证有密码。这个 Windows 本身啊，不是 Microsoft 本身也有在教，就是依照这个步骤。OK， 好，我们是在密码，你就照这个操作步骤去做就好了，就可以取消你的那个登录的密码。好，那我们回来这一边就是下载的页面。OK。我们可以到这个网站去下载这个 NVIDIA Inspector， 这可以做一个超频参数的设定。然后呢，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等一下，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网址 ，OK， 我们就到那个下载 Gminer， 我们点一下，或者说你把它复制到你的网页上面去。好，来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呢，你就直接下载这个部分，比如说这个 Windows 64， 看你使用的那个位元，应该现在大家一般都是64位元吧。好，那下载完之后呢，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软体，我们就把它放到你要的资料夹。我是放在，看一下，我是放在西槽，比如说这个 Bitcoin 的资料夹，我把将我下载的东西都放到这个资料夹。那
我们刚刚有提示，就是说你必须将你的资料夹列入那个病毒扫描排除的项目。那实际上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个 Windows， 我们点一下，点两下。OK， 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这个部分。那我们就去点病毒与威胁防护这个选项，然后呢，这边有一些设定，我们这边要做一个管理设定。管理设定的时候呢，我们往下看，这边有一个受控资料夹存取权，管理受控的资料夹。那下面还有一个排除项目，我们要点的是这个，我们要新增或排除项目。好，你看这些都是我新增的一个排除项目，我会将我要的做的挖矿软体啊，全部都丢到 Bitcoin 资料夹。那你除了资料夹的方式以外呢，你也可以新增档案的方式，因为有时候它是会跳出提示，这时候呢，只要用档案的方式来做一个排除。那具体怎么做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有选择档案资料夹，这个就不操作了，因为这个很简单。好。那我们将这些部分，我是全部丢到在这边，我全部都要挖矿的东西都丢到这边。那这些都是会被排除的项目。那这是个 G minor。我们回到刚刚讲，就是说我们要挖矿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将软体这个挖矿软体里面的钱包设置成你自己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预设的。OK，MyETH。OK。这个是原本软体自己预设的一个挖矿的批次档，我们点一下按滑鼠右键，然后选择编辑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你看有没有很简单？其实很简单的，你只要将你获取的那个钱包地址贴上去，然后这边呢置换成你要的矿池，那你就可以开始挖了。那我这边示范的是 G minor， 所以我的示范跟各位稍微解说一下，好吗？打叉 ，OK。这个是我示范的一个挖矿的 P 四档，我们看一下里面参数的设定。一样按一下编辑，好，拉过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使用的实际上就是 Gmine 的挖矿软体。那我这边的 server 呢，是用那个全球最大的矿池是 Ethermine。我会建议，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，你就用这个矿池就对了。那这边的话呢，你记得你申请好的钱包呢，这边置换成你自己的钱包。那你可以看，如果你挖 ETH 就要用 ETH 的钱包。那这个点后面所接的呢，是你的那个自己的名称，你的矿机名称。那看你要怎么取，比如说我放在电视机附近的话，我就只能写成 TV2 之类等等的。那这个点不能省略，因为这个点要加着，它一个识别是你那个矿机名称。你只要置换成这个跟这个就好了。那 device 0跟1呢，是指的就是说我有两个矿卡，那这个两个矿卡分别是 NVIDIA 的，我大概解释一下这边参数的设定说明。移过来一下，这边参数设定呢，我会设置温度65度度为最高，如果超过这个温度或接近的时候呢，你的温度就会显示成黄色或红色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挖矿的状况。OK， 目前的温度你看都是距离我设定的温度是很远的，所以它显示成绿色。好，我再回来看一下这边的 Power Limit 呢，指的是你挖矿电源的限制。我设定呢，我的第一张矿卡分别对应的叫做装置零，我要求它的电源设置在 60% 以内。然后呢，第二张矿卡原本是那个AMD 的，那我这边忘了改，不过还是可以操作，因为我原本设置 AMD 是用负的形态去表示，但是呢 NVIDIA 是要用直接 key 入数字就好了，基本上这应该两个都要设定成60。那因为其实它也没有超过很多，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省略。第三个呢是 Fan 的设定。Fan 的设定我们看一下，我都设定自动挖矿的时候风扇转速为90跟90，分别是第零个装置跟第一个装置，这样有点绕口，其实应该是对人的我们的理解应该叫做第一个跟第二个，可是挖矿软体就这样叫，我们没有办法。第三个呢是参数，就是我们要设定的参数核心
核心。那核心的话，我第一张我是那个1070 Ti， 我设定核心是-100。那另外一张是10606G 的比较弱一点，我就设定成正150。这个核心的操作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，看应该怎么设。那我基本上大概就是以你挖矿不会宕机为原则。然后第四个参数是 memory 的参数，我设定成160。好，那我整个的设定参数就是这样子。那这边 pause 要留着。好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将这个设定好的时候呢，我刚刚讲过，就是说我们将我们所有的参数都拉到桌面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，我们在桌面上面有留哪一些的这个 inspector 的参数的设定是长怎样？我们来看一下。Inspector 顺便介绍一下怎么用。那当然你可以用 Afterburner， 那 Afterburner 其实也很简单，但为了避免视频太长，就不做介绍了。我们先用基本的。你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有基本上有对应两个。你看它的很奇怪，那个装置第一颗它就叫零，第二个它就叫一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零的设定。比如说你全部都设定好了，刚刚有看到吗？我核心设定为-100 ，Memory 设定为正100。然后温度设定为 60%， 然后呢这边是 power limit 设定为 60， 这边温度设定为 67。 那你看呢，你的 inspector 可以 NVIDIA inspector 可以设定这个参数，那 gminer 也可以设定。那实际上呢它是以 gminer 为准，但万一呢你不喜欢 gminer， 你同时可以在桌面捷径点两下，这时候又回到这边的参数设定。其实这是两方面都可以进行的，其实还蛮好用的。OK， 光在设定是90，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参数设定也是90。那你这边设定好的时候，你可以点 Apply Clock and Voltage， 它就会去应用。那你不可能每次都去调整嘛，所以说你万一设定好的时候，你要做一个 Create Clock Shortcut， 就是说你在你的桌面设定这个一个 Profile。那你有两张资料，两张显卡，你每个设定基本上都是不一样的，你要依照你的特性还有你想要的功耗去做一个设定。那每设定完就 apply， 那你做完一个档案之后呢，就在桌面设定一个资料那个捷径，这时候它就会将你的参数都写入到你的设定档，非常的好用，我觉得很好用啊，不一定比那个Afterburner 难用，我觉得还蛮好用的。好，那这时候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所介绍的部分，这边说一下。好，那我们 gminer 呢也有了，那 NVIDIA inspector 也有了 ，OK。Afterburner 可能就要自己去 download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，我们已经下载在软体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去获取？刚刚介绍你要先获取钱包，所以我们回到这边来看一下。我这边以 OE 来做一个介绍。你看到这边 OE 是我以前的操作，以前我这边有一个奇亚币，那我们奇亚币要变现呢，我们就转成那个 USDT。 那 USDT 这时候你就可以将这个币呢转到你的BitPro 或其他的交易所去做个买卖，到时候就可以去变现。 OK， 那如果你在台湾的话，你就可以用比较大的交易所，比如说 BitPro，那你直接可以将那个奇亚换成 USDT 转到你的 BitPro 里面，然后卖掉就可以变现金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去取得基本那个 ETH 的钱包呢。基本上每一个的操作方式都每一家的交易所操作方式都差不多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部分我们来点一下怎么资产管理，我们去点选充币。好，选择充币之后呢，一开始你是新手嘛，什么钱包你都没有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就直接选择你想要挖矿的一个币种，比如说 ETH 以太币，你就点 ETH。 好，我们点 ETH， 我们看充币的网路，请选择。那基本上呢，我 ETH 都是我们选择 ERC20 OK。那你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请确保你相对应的币提币所选择的对应网络都 ERC20， 不然呢你的充值或退回都是没有办法回来的，因为你的那个交
那个演算法，应该叫演算法吧，就是反正基本上就是这种机制要一样的，不然你充错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存入你的钱包的。那我们就按下一步。OK， 这边有一个提示，就是说这个只能存入 ETH， 也就是说它给你地址就只能去存 ETH 的时候，你存其他的币到时候是回不来的。OK， 我已经知晓。好，那你看呢、啊？你现在已经有一个钱包地址了，这就是这个交易所给你的 ETH 钱包地址。那你如果注册其他交易所，你想要获得其他钱包，也是用这个方式。那你只很简单，你只要将它复制起来，那这就是你的钱包。你可以记录你的那个的 Excel 里面呢、啊，或者是一些文字档里面。那以后你就将这个文字档保存。那以后你要挖的话，就很简单，我们将这个地址去换到那个原本挖矿软体提供给你的一个示范 PC 档的地址就好了。你千万要把它换掉哦，如果你不换掉，那你是挖给别人用，而不是挖到你的钱包，你是挖钱是送给别人。 OK， 好，那这样怎么获取钱包，那基本上已经知道了，我们就回来另外一个步骤。好，那我们介绍过完这个 Gmail 去哪里 download 的，那怎么获取钱包也知道了， NVIDIA Inspector 刚刚也看到了，应该知道怎么做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做一个步骤，就是说我们将这个 PC 档做一个修改，我们要换你要用的矿池跟钱包地址，然后我们重新存档，然后并将这个部分建立到桌面。我们来看一下。 OK，这个是我下载完的，那这是我改的范例，刚刚已经也介绍过了。那我这边使用的矿值就是最大的矿值，各位可以使用同样的矿值就好了，因为它是一个最大的矿值，效益也是最佳的。好，那接下来的步骤就是呢，我们要建立开机自动挖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这个步骤来操作，我们就按下 Windows R。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，照这个操作，我们就输入 Shell Startup， 我们就按确定。好，这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部分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部分，就是说我在这个自动启动的资料夹我丢了这一些程式，那这些程式就是说我一开机就会开挖的。 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说这些我都丢在桌面，那很简单，我就把它丢到这里来就好了。那一开机它就执行这些程式，也就是说各位在一开始开头影片所看到的，它就会帮你自动做一个挖矿的动作。也就是说一开机呢，如果说你有做两个币种同时开挖呢，很简单，你早上你在回家之后你只要按一个按键， OK， 它就自动帮你开挖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说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如何做一个自动开机挖矿的动作，那它也可以变得很友善，只不过说还是没有一些专业挖矿系统来的强，比如说 Hive OS。 但是呢一旦你熟悉 Windows OS 的挖矿操作之后呢，你再去操作另外一个 Hive OS， 相对你而言呢你会得心应手的。这边来介绍一下就是如何暂停 Windows 更新。好，我们这边点一下，然后到这个齿轮，然后到这边呢我们往下拉，点选安全性，更新与安全性。好，那这边呢我们先可以就是做一个禁约选项，然后呢我们可以去点选你要暂停更新到什么时候，你就拉到最底就好了。我们先做这个简单的设定，那当然深入的设定我们可以去让它永远取消更新，那我们先不这样做，我们先介绍简单的就好。我们这边来示范一下我们如何建立每天自动关机的排程呢。我们来这边输入一下工作排程器，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盯选到我们的工作列里面，因为我已经盯选过了。 OK， 所以我直接到盯选这边来做一个处理。好，我直接到我跑掉了，我们这边我直接打开，在跑中。OK， 我们打开了呢之后呢，
OK， 我们建立一个基本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名称呢就可以直接开始打，就是每天七点关机。好，我们就按下一步。这时候呢，我就是每天嘛，所以我的频率是每一天下一步。然后呢，这边就是时间的，你要选择你要做的时间。比如说今天是3月19，那我是从明天开始。OK， 20。那每天的上午07:00，好，十秒不理他的，那我就按下一步，然后我就要启动程式。启动程式呢，我的指令码我要打，看一下哦，有点忘记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是在出现这一列之后，这一行之后呢，我们要输入 shutdown.exe， 那我们新增引数呢就是一撇 s， 这意思就是说立刻关机，那我们按下一步。然后呢，名称就这样子 ，OK。然后每天早上七点去执行，那就是执行这个程式，我们就按关机 ，OK。然后呢，他有说，当我按完成开始这项工作内容兑换方块，巴拉巴拉巴拉，好，不管，按完成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回到这边来看呢，就是这边有个名称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所建立的，我刚刚之前有建立过一次的，就是说每天七点关机，还有自动七点关机，这是我第一次建立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描述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回到这一个主画面，我们去排序名称。我们刚刚有建立一个是每天七点关机，那这是我第一次建立的是自动七点关机。OK， 你直接点两下。好，那我们到这边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触发程序，就是每天七点。那一起用动作呢，很简单，就是一个 shutdown.exe， 然后就立刻关机，然后我们直接不理它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刚刚建立的，我们一样点两下。好，一样，我一样就是名称是这个，好，我触发就是每天七点。那动作呢，一样就是执行一个 shutdown 的动作，那就立刻关机，然后要取消，我们不去做个更改，避免我不小心把它按掉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自动排程每天关机的介绍。那大家你自动开机挖矿加上这个自动关机呢，就是对你一个很好管理的方式。OK， 那我也建议你避免下载你不熟悉的第三方自动关机的软体，因为它有可能是流氓软体，你怎么关可能都关不掉。这样子做是比较安全的。